新闻来了。今天是2023年5月27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九。首先进入要闻。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两国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36698亿元，同比增长 7%， 实现顺差2760亿元，同比增长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冬小麦已收获 7.9%， 其中西南地区收获接近尾声，湖北过70%。接下来是一组资讯。国家税务总局26日表示，今年1至4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4689亿元，有力减轻了经营主体负担。中国国家邮政局26日发布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中国人均快递使用量为78.3件，年人均快递支出748.5元。2022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390.9亿件，同比增长 2.7%。 神舟16号载人飞船计划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6日，发射场系统组织厂区各单位展开全系统发射演练。东航 C919 客机首个商业航班飞行计划公布，将于5月28日起飞，班次为 MU9191 上海虹桥至北京首都， MU9192 北京首都至上海虹桥。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6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热线，设专席处理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并提供咨询帮助。26日24时，四川泸州神笔城长江大桥正式通车，过江路程从2小时缩短为2分钟，汇集群众约30万人。26日，重达12000吨的海上油气平台泊中196气田中心平台在山东青岛建造完成，平台多项技术实现首创。26日，在2023德班世乒赛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3-0横扫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卫冕。北京警方26日消息，针对五月天演唱会黄牛倒票线索，目前已依法打击处理倒票人员29名。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26日公布，狂飙、人世间等22部作品入围最佳电视剧提名名单。当地时间26日，韩亚航空一架客机在着陆前发生了舱门打开事故，部分乘客出现呼吸困难，韩国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下面是服务信息。26日，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暨就业促进周活动启动，各地各高校将举办各类校园招聘活动1.5万场。海南三亚宣布，自6月1日起，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对国内外游客和市民免费开放。中央气象台26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6日20时至27日20时，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江苏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感谢关注央视新闻，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我们明天早上见。
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齐隆博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齐塞克迪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副总理兼外交和法语地区部部长、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等。军乐团奏刚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齐塞克迪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情境吹奏表演。齐塞克迪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齐塞克迪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两国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刚两国在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殖民侵略的历史进程中建立了深厚传统友谊，是拥有广泛共同语言、并肩同行的战略伙伴。近年来，双方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刚果金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双方已经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方愿同刚果金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相互支持，共谋合作，共促发展，共同进步。相信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刚果金提供更多合作机遇和更广阔市场，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习近平指出，中方愿一如既往帮助刚果金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刚果金工业化战略，加强能源、矿产、农业、基础设施、制造业等领域合作，深挖数字经济、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潜力，愿向刚果金派遣农业技术专家组，希望刚方为中国企业赴刚果金投资兴业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便利，营造公平、公正、安全的营商环境。中方愿在多边事务中加强同刚方的协调和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和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双方要坚持弘扬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坚定支持非洲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非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明的重要议题，愿以自身新发展为非洲国家提供新机遇，同非洲兄弟一道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会议成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支持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齐塞克迪表示，我代表刚果金人民再次热烈祝贺中共二十大和中国全国两会成功召开，再次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新时代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相信中国必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半个世纪以来，刚中友好合作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取得丰富成果，值得双方共同珍惜。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重要帮助和宝贵支持。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刚方愿同中方一道，深化经贸、资源、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充实刚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建设成熟稳定和具有开创性的刚中关系，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投资、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齐塞克迪和夫人丹尼斯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